哦，这个是牛盘肠。哎，是盘肠吗？是。哦。这个也是你们买的生肉自己煮的吗？这是人家那个卖牛肉的煮的。哦，卖牛肉的煮好的。嗯。哦。这个牛杂除了有这个牛板肠、牛肝、牛肺、牛头肉是吧？还有没有？没有牛头肉啊？牛头人家三四个。哦，牛头肉贵吗？贵。哦，牛头肉反倒贵。哦，你这种一般多少钱一斤？50斤。哦，哦，这个大爷加汤呢，自己还可以续汤。哎呀，啊。哦，10块一碗，无限续汤。哦，这个就是牛肝。这是腰子。这是牛肝吗？腰子。腰子。哦。牛肝那是切了。哦。10块，牛杂汤里还有腰子，那这个贵啊，腰子贵吧？都打着来的。哦，这搭着来的。正常买牛腰子很贵的啊。嗯。是。看，我再擦一下。哇，一锅的牛杂。刚加的煤是吧？好烟呐。加一个牛杂。哦。牛杂汤。你说是这个东西是吧？看，10块钱一碗。那王浩元。